些动作，我一个动作就会有五个地方，记不记得这个动作？对，你看越是简单，是我是一个动作有五个地方，它是一个机器有八个地方。对，我只要站上去，是以前你在健身房要跑五个单位去检测的东西，对，站上去，今天不用了，马上就可以搞定了，一目了然。而且我刚才听人家讲在介绍的，我就想现在难过的是谁？现在难过的是谁？你跟什么小庄？昨天我在介绍他们，昨天因为我自己家里本身有，所以我就请他们，哎，你试试看买一个东西，你可以正确的了解，因为他们平常有在跑步，对，美女有跟我上课，他每次量他觉得不准，他还怪我，他说那怪我的底机器不准，你说对，你这尿不准，你还怪马桶歪，这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就是让他们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的好处，可是唯一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特别今天特别。